各位同学哦，这一学期来老师讲的那些进过音、下注音那些都会，可是哦，整首曲子要吹，就是一上来就紧张，你还要去顾那一些东西，根本就顾不了。所以常常老师讲的都懂，可是要实际去操作，在家里是你稍微滑一下这样可以，可是一上来紧张就几乎都乱，手脚都乱，所以还是要继续努力加油，回去要多练习。这个都是一个过程，要练习才会熟，要不然就是上来一紧张，就是张大哥讲的，就是要有一些经验，要慢慢累积。谢谢。